是程程，我现在来到了武汉江汉关，在我身旁就是江汉关大楼。今天这里有很多武汉的朋友们和我们一起迎接2021年的到来，同时我身旁还有两位 B 站的老朋友，他们就是道月社石玉记，欢迎你们。大家好，我是道月社杨树梢。大家好，我是穆尚。我们非常荣幸能够接到这个光荣的任务，作为武汉分会场的主持人来到这里。去年呢，我们是在晚会的现场看了精彩的节目，那今年我们希望能为晚会出一份力，见证这次特殊的仪式。熟悉我们的朋友都知道呢，我们做过很多关于武汉美食的视频，走过这里的大街小巷，我们很热爱这个城市的美食，也喜欢这里的风土人情。谢谢你们，让我们一起准备倒计时了，来，让我们一起祝福大家。